今天我们在课上讲到了帝国，有很多同学提到历史上知名的帝国，有同学提到了大日本帝国，提的时候还在嘻嘻哈哈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您口里面说的大日本帝国是建立在摧残、侵略、屠杀了3500万中国同胞的基础上？3500万人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举国灭亡。这里面就有可能就有你们的前辈、你们的先辈。想一想，如果你们的家人、你们的父母被人屠杀、被人欺辱、被人虐待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杀父仇人、血海深仇。对于这样的仇恨，我们怎么能忘？怎么敢忘？我们班叫什么名字？大声说！国栋班，国栋班。我希望你们成为国家栋梁，成栋梁之才，担国之重任。所以在我这个班上，你们可以成绩不好，甚至可以调皮捣蛋，但我绝不允许我们班出现崇洋媚外的人。如果我发现在我们班上有这样的人存在，我立马得向他打报告。这个学生我教不了，我也不愿意教，让他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，就不配当中国人，就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我希望大家记住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就必须要团结一致，让那些崇洋媚外、卖国求荣的人无处遁形，毫无生路，无地自容，这个国家才有希望，这个民族才能被人尊重。昨天2023年8月24号北京时间中午12点，日美的核废水排入大海，中方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。然后就在紧接着下来啊，你看朝鲜第二次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，它就是要发射一颗卫星，而且还要宣告失败。失败之后，这个卫星的残骸会落到哪里呢？日本。明白意思吗？就是失败了，还宣布了我们失败了啊，也许就会要降到日本啊，而且第三次将会在10月份继续发射，还会继续失败。日本就慌了，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卫星失败，哎，强烈谴责，不能发射啊。就当我们中方宣布全面暂停进口的日本水产品的时候，日本的首相又发言了，要求中方立即撤销这个规定啊！你看，这个日本呀，真实的是透透彻彻，脸也太大了点了，上拐天下拐地，还想管别人拉屎和放屁，怎么样的一种嘴脸？整形自己点火都不允许其他国家点灯的，这种行为就是一种非人类的行为啊，违反人类道德、国际法则的这种行为，非人哉！不仅给我们的后代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。10年之后，也许你的后代会是一个美人鱼哦。哦，美人鱼也不错啊，不要变成一个人鱼兽就可以了。你也会因为简简单单的一个变身、变异，仅仅是形体上的变化，你得忍受病痛的折磨啊！想看吗？想。你拿出来。我能不能写？你要注意，骂人是要有水平的，做到吗？吃人不吐骨头，骂人不带脏字儿，批判。拿起你笔当武器。开始。一二三，大！所有人，听好听！所有人，听好听！我们的口号是：放飞大自然，放飞大自然！一，课前准备环节，课前准备。铃声响，电脑响，谁恩？
请把铅笔放回家。我把笔放回家。同学们今天表现得很棒，给自己鼓鼓掌。我把笔。第五下课环节。下课。第六个入队环节，入队准备，入队准备，排队做到三个字。好，出院。开始行动。科学家，什么样的科学家呀？就是做坦克什么的。为什么要研究武器？研究武器打日本人。什么是日本人呢？就是日本鬼子。以前日本鬼子从我们的商店偷手表，还打我们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以前。以前是什么时候知道吗？古代呗。那你恨不恨日本人？恨。所有的人都恨。对，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都恨。凡是打了我们的人，我就恨。有一回我恨得流鼻血。真的？嗯。那是什么时候啊？好像是我四岁时候。是恨日本人呐？嗯。你见过没见过日本人？没有见过。那怎么会恨成这个样子呢？可是他因为原来在这里来做坏事啊，好像。嗯，其实日本的也有很多孩子，啊，也有很多女人，都恨。只要是打我们的人，我就恨。你恨了你以后，那你长大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对你恨的人，你会有采取什么行动？打鞭子。不计较地方分较量，为祖国节省教堂。站在原地，三个字，杀杀杀！要拿出这种团队的杀气出来。哎，请！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啊，觉得好搞笑。我告诉你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，无论到达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去进行片。